啊。嘿，你看，高兴，确实是高兴，高兴。观众朋友们也热情，那是这么热情，这么热烈的掌声。嗯，你看看，真捧，啊、一下就不紧张了。不是，我认为这么热烈的掌声怎么样？不是给我的哦，给郭瑜二位大角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人家是喜欢听相声，哎，太不容易了，嗯，太不容易了。现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嗯，德云社休息了将近10个月，是，高兴的是什么？什么？12月1号，啊、哦，我们也是在这个剧场，哎，开箱了。12月份开箱，你还高兴呢？还有一件更高兴的事情，说来听听。再有一个多月，嗯，就封箱了。确实是，今天这个演出呢是跨年的演出，对，都是大腕儿啊。你看看刚才头里郭麒麟啊，这是您的亲儿子，那错不了。嗯，听儿子的呀，郭麒麟多火爆啊，腕儿，哇，孟鹤堂小鲜肉是腕儿，栾云平嗯，副总嗯，腕儿腕儿，岳云鹏嗯，腕儿。他这个血统不是特别纯，嗯，特别纯，确实都是大角儿，都不错啊。我就感觉特别的自卑，为什么呢？不如人家，哪儿不如啊？不如人家呀，啊，人家现在团综，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电影、电视剧，你看到过孔云龙吗？来德云社快20年了，好不容易上一个热搜，黑衣男子。都不给露个脸儿。你想想啊，云字儿的，好歹我也是云字儿的，朋友们。是是是。孔云龙。嗯。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太熟悉了，德云社云字儿的那是值钱。一个云字儿。朋友们，我不夸张，一个云字儿盯15个赫字。他说的是市场价，账头还真细致。那是32个九字，78个肖字儿，嗯，127个龙字儿。那我就别招龙字儿了，我。师傅，收几个云字儿就都有了啊。师傅，您得捧我呀！我得捧你，您得捧我呀！好孩子，我是云字儿的，嗯，但是您得多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高看我一眼哦？怎么？我还有个龙，我还占一龙字儿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占着呢，他这个对不对，爹？啊，以后龙字儿的都得归我管。以后啊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云字儿的跟龙字儿的，我都得是大师哥。当然了，云字儿的咱不敢争了，现在就说没有这个条件，是不是？龙字儿的我能排到大师哥吧？你您是不是您得捧我？你是不是放松之后又紧张起来了？我听后台乐了啊！儿子，快蛋子乐！我好几天了，这么多。他们昨天请你吃饭了没有啊？郭麒麟带你喝酒去了吗？喝了。不是你这一个云字儿，管那么些龙字儿的，你当那边大师哥管什么用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得让师傅得捧我。我就说是是，不是是得捧我。现在来说，你说人家岳云鹏啊，我们这都是一块儿来的。那当然。这就是喜极而泣，知道吗？他当时跟瞧着人的喜劲，人岳云鹏现在都火成什么样人呢？是是，岳云鹏他出身他也不如我呀，他炸酱面馆他端面的，他是，对，这是实话。那你呢？我在海碗居工作，还是炸酱面馆？你俩人不同事吗？你嗨，他是端面的，你呢？门童，
那说明你比他长得好看。不是，同在一个，你瞧不见那个鲁是吧？也看不见将。啊，同在一个单位，还身份他不一样，端面的他是，他老挨揍他。挨揍，端面的怎么还挨揍呢？那一上面叫二，我家上面，人把面端过来，岳鹏往那儿一放，啊，人家一看，啪，大嘴巴子，干嘛呀？不吃青豆，不吃青豆就给一嘴巴，啪，这，哎呦，这个呢，大嘴巴子，哎呦，这是蒜呢？没蒜也打呀？他吃青豆怕嘴里有味儿，拿蒜折折是吗？我都没听说过，是是是，嗯，啊，啪！好家伙，大嘴巴，这回这因为什么？面汤呢？啊，原汤化原食嘛。哎，哦，啪！这回岳云鹏乐了，干嘛乐？打美了，没打着。第四下没打。咱都一个单位的，都过去了。甚至的，你看，我是这么认为。你要是挨个说，他们能挨个出来，你信吗？今天晚上你一定能红，儿子，真的啊！健康码红了。你戴上点口罩吧你。嗯，这嘴巴打完没打着啊？啊，我门童，你比他强。我不挨揍。哦，我站在门口，那门童那得是漂亮小伙儿。哎，这是实话。那得精神，对，有灵气儿，往那一站，知道吗？得有灵气儿。你再来，我看看是吧？那时候比现在矮是吧？是是是，站在门口啊，大哥，你控制一下你情绪啊！人家控制什么人花了钱了？这是啊，您有点紧张，前排观众有点紧张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站在那儿确实好看，我漂亮，我嗓子好。哦，门童你得会喊。哎，你会喊？我站那儿，我一喊都得进来。哦，是吗？怎么喊的呀？那爷进玩会儿啊？就这么喊呢？你说 这跟嗓子没关系，这是哪个夜店管饭呢？啊，这玩笑啊！哎呀，喊就喊，来您呐！哎，有白请？什么味儿？不都往这儿啊？王先生来了，里边请。啊，王先生熟客，嗯。刘大爷来了，里边请。你看看刘大爷，嗯。说相声于谦老师带着女观众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请。要不说你不谨慎，我也不知道他大儿能调过来。那是，于谦老师跟女观众又走了。好家伙，因为你报案了，就是于大妈打来了。哎呀呀，我，好家伙，于大妈都来了，我跟着了没有啊？去。哎呀，你这不应该在面馆工作，你应该调派出所去。说的我怪臊的，没你什么事。行，朋友们，那个时候我就在德云社呀。嗯，已经来了。我来的早啊。嗯，哦，那个时候郭麒麟才那么点儿。对，啊，是陶云盛才那么点儿。陶阳，陶阳，来的早，到现在为止啊，德云社云字科现在是13位。对，是13个。嗯，一个个的人家都火了啊。一个个的人都综艺都不错，电影人这个岳云鹏啊，嗯，哎呀，要坏啊！我为什么火不了？为什么呢？找原因。有坏人，有坏人还害我。这个可是真没听说过。对，有坏人害我。咱们这后台都好着呢。对，剖析一下啊。哼，就是他。抽烟喝酒烫头的，这不算毛病，孩子啊！你这不能说就是坏人。对，你拿健康码让我看看去。没事，
不是你不能逮谁咬谁，你怎么了这是？不是咬谁？你要跟你说孩子，你有事好好说，你别这儿急赤白脸的。你谦儿大爷家的事儿，我能当一半家？不能，不能。可以，可以。什么叫孩子事儿他管？真不是你让他说清楚了，他干嘛？啊，那行，说。关键是什么呀？要没有他，我早火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怨我？哎，有一件事儿，您知不知道？你说说。我有一段神奇的故事。我骑着摩托撞过夏利。这个只要是德云社的资深粉丝，都听说过这个传奇啊。对，但是怎样？我骑着摩托怎么撞上的夏利？你知道吗？那谁知道？你撞了，我们都不在呀。你们都不知道啊。你们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没关系，我说说你听听。在想当初，这个人可委屈有日子了啊，连八扇屏都想起来了。嗯，哦，不是现在的事情啊，他是那么回事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哦，不入罐儿，我以为后汉三国呢啊。有一天我骑着摩托回家，嗯，快到家了，路边上停着一辆夏利车，这都听说过，在那儿晃。哦，车坏了啊！我干过门童啊，这事儿能打在你手背上啊？我眼尖呢，我一，什么情况？嗯，我说离近了我看看吧。后座上啊，坐俩人。哦，有个男的抽着烟烫头，边上就是那吃炸面的女的。快说！一进了，于大爷认出我来了。哦，冲我摆手，那意思让我走啊？你以为是？理会错了，我以为他让我过去呢。我一走神儿，我想的有点深。我一走神儿，梆一下子就撞上了。我让你过来，没让你进来呀、啊！你都撞进去了，你这就是说想的。然后呢，孩子？哎呀，好家伙！我躺地上了。啊、嗯！于大爷走了，人女的让老公领走了。你躺地下看的还那么清楚呢。我印象挺深的啊，没人管我，后来兄弟给我送医院的啊。啊，这个事儿没有他我撞不上，跟他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孩子你可不能冤枉人啊。啊，那个女的多大岁数 啊这是女的的事儿吗？这个你得问他，抽烟烫头那就是我。那是不是你于大爷啊？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瞧他干的什么事儿，这叫壮年来放炮，当年这是上过晚报的。放炮，也是他。这点事儿都得搁我身上。嗯，也是他。今天晚上是孔三爷封神之日。好，谢谢各位啊。嗯。有一天，他让我上他们家去。嗯。上家去关心我，嗯，问疼问暖。老三，这个离开老家之后活得怎么样啊？这个要死是怎么着？还有这么问候的？你活得怎么样啊？习惯不习惯呢？嗯，我一想，我说于大没这么关心过我啊，这都不是那人，你知道吧？哼，说那个老三快过年了，给你点衣裳吧。嗯，是不是？我也挺高兴的。哎，大裤衩你拿走吧，穿去吧。新的我就给人 啊，内裤，那就是裤衩，嗯，毛线内裤啊，这是清仓的啊，钉子裤，好，这玩意儿，大爷以后打算光屁股出去了，够送人了，貂裤，哎呦，貂钉子裤，行了，嗯，孩子，这个不主要。主要的是还有好东西给你，哦，还有好就应该给好鞭炮。大爷，这个鞭炮，嗯，
可了不得。怎么？跟集装箱里边的大鞭炮。孩子，你就放下吧，过瘾呐。我还真听话，我也是小啊。嗯，他告诉我点着了鸟儿，围着鞭炮左转三圈右转三圈，有意想不到的意外，咔，我就成非洲娘们儿了呀，太意外了，把脸都糊了。这两件事情都是他，要没有他我早火了。借着这个机会我把这段苦水我说出来。嗯，师傅，我知道，嗯，您跟他关系好，那是这么多年20周年合作刚完事儿，对不对？关系又这么好，我跟您说完之后，你们不要这个样子。嗯，我跟您说，我希望您能管我。哎，是，打我心里边，我不想跟他同台演出。再见。哎，好好好，你这个怎么着？就是这么耿直，你看看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红不了了吗？啊，把人给你逗着玩，你往心里去是吧？不是，哎，他要走，翻脸了。我翻脸不？你也不能因为这个，你说因为他看见你在车里，完事你，你拿炮轰孩子，你哪能这样？不像话啊！你知道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拿车撞夏利，你在夏利里边开车，你才在夏利，我没在夏利里边。这等我问清楚啊！你问是不是夏利？嗯，这个，哎呀。要死你这徒弟。不是谁要死，不是你先听见了，听见了，不是这个干嘛，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知不知道？你留神，他咬着你啊。不会看看你，等会儿你想行了行了行了，脑袋长跟土豆似的，头发跟长牙似的。哎呀，还老是害人。你见过土豆长这么细的芽吗？这不像话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先问。走，甭拦着我。走，我走。说清楚了，走。哎，是吗？对了，不回来了，不跟我同台。就是不跟你同台。不跟我同台。就是不跟你同台。走了。对了，好，走。把这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！哎，别，给我脱，把马褂给我脱了，脱。干嘛？把脱下来，脱。脱，脱，脱。你看，这种处理方法很少见。一个长辈手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这还叫快？废话，你要不信上夏利试试还快。我得捧我师哥，那是手慢了一会儿摩托车进来了。不像话。我告诉你，咱说正事儿啊。啊，说，哎呀，今天晚上你们算来着了。你们看这像直播的相声吗？你们过年了，你是要走吗？走，走，你把走马褂给我脱下来啊！给我脱下来，干嘛脱？废话，嗯，你让他把马褂给我脱下来。不是，不，你等会儿，你不脱，为什么脱？你这踏实踏实啊。不是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他走不走这不重要，你是他走不走不重要，跟我也没关系啊啊啊！他穿那马褂是我的，知道吗？有话听着可耳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孔云龙，哎，谦儿大爷说这马褂是他的，对，你红不了了，你这玩意儿不要脸呢、啊，你这，我没想到，你怎么比施主还理直气壮呢、啊？你是不是错了？你道歉吧。哎，我也想半天，我很纠结，这个是有点未解之谜了哈。那怎么你怎么这么大脾气？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。哦，为什么？不是打他手里借的。打谁手里拿的呢？打鱼的吗？手里借的。哎呦，怪害臊的。你老跟着掺和、啊、哦，你详细的说一说。
从头说吧。好的。德云社有位演员，嗯，叫烧饼。啊，烧饼他爸爸过满月，不等会儿宴请我，等会儿上家去，我们关系不错。这什么什么账头？什么账头？烧饼他爸爸过满月，那是哪辈子事儿了？那是啊啊！什么过满月？你不是说烧饼他爸过满月吗？是我说的吗？是啊。哎，你这玩意儿提上秋裤就不认账啊？不是，啊，说错了。要不咱俩道歉吧？我也觉得有点理亏。那是啊，哎，你说孩子过生日啊，人家老头就喜欢马褂，是希望就是参加生日的这些个朋友们什么呀都穿马褂。我没有，我就一想于大家有啊，是不是？我上家借一件，我穿穿，不挺好的吗？上家去了，于大妈在家呢，嗯，跟我说。那个孩子你拿着穿去吧，这不叫事儿，咱这个关系，嗯，是不是？我说大妈您放心，我也在意着点儿，过两天我签字我给您送回来。不用不用，有事儿我你托付托付，知道吗？你于大呀最近呢脑袋上长牙了。他呀，大街地先长脖子，我就长牙了。他就是让孩子说，他就是他爱听爱听，没有岁数大了，哎，这些年你看这身体也不是特好。哎，嗯，你又想起什么来了？人呢？他这个脑瓜子也不清楚，嗯，说话老是云山雾罩，着三不着两，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，啊，老让人问住了，啊。你要在边上，你给打个圆场，就是别让他丢人。他有时候他自个儿他怄气，回家之后拿我撒法子，拿郭小宝撒法子。嘿，就谁呀，啊，郭小宝？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是啊？这行了，他那回管孩子，我心疼好几天。嗯，老有他的事，考得不好不好问，至于的吗？遇到这个事儿啊，你给帮衬着多说几句话吧，圆了说说啊啊啊！于大爷您放心吧，嗯，这事儿就交给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放心，过两天我亲自我给您把马褂我送回来，行不行？啊，不用。回头让你师傅送回来。捎带手的事儿，你说我穿这个马褂是不是对他有好处？听明白了吧？不能给他。听明白了吧？我还沉浸在那事儿里，就是我捎带手给送回去。行了啊，怎么了？你就给送回去？您说话在外边云山雾罩，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。谁云山雾罩？好了，跟他说的。跟他，你听他的干嘛？你问他，我问他，我问你，你听他，他说你就信呐？不是他，我说话云，我能说话云山雾罩吗？那按说是不是还是的？你说我五十多了，我说话我云山雾罩，我合适吗？您这个动作可像啊，嗯，这咱们不会啊。啊，是对吧？你说我平常是那风格吗？嗯嗯，我说话云山雾罩，像他说的似的。你们都不了解我，你听听这些个卖鞭炮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我不像云山雾罩的。咱再者说，咱用得着吗？用得着云山雾罩吗？那倒是，对不对？咱家里啊就什么都不缺，嗯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我跟别人还吹吹呼呼，我用得着吗？犯不上，对不对？不瞒你说，这回就我们家拆迁，就赔偿那些拆迁款啊，我都没跟你说过吧？没念叨过。对呀，啊，嗯，我家里一下之前就不错，这一下又上了一台阶，上了几个台阶。好家伙啊，我们老爷子老太太一下赔了，哎，知道多少？多少？4亿。啊，我云山雾罩，我跟人别人吹，我干嘛呀？嗯，这一下你之前的不算，首先拆迁款赔4亿，我的天爷！对啊，但是话说，老头老太太也是这点也不对，怎么呢？我是他亲儿子，嗯，拆迁款下来以后没告诉我，对不对啊？可能是忘了啊，就忘了不碍事，嗯。啊，老两口岁数大了，脑子可能有点糊涂了呗，糊涂了。嗯嗯，我到家去，你告诉我，想起来你跟我说，这也不碍的。是是是，他不但没告诉我啊，搬家了。老两口拿着4亿搬家了，这个事儿没告诉我。搬还没往信了搬，往，哦，哪儿搬了呢？老两口拿着4亿直接搬太阳里去了。您可以了，这个就太说不过去了。于老师，您可以了。我一打听那房子还特暖和。你行，还大是暖和，行，是太阳。于老师，您慢打，慢打法器，您可以了啊。
我拦您一下啊。怎么了？拆迁给了4亿。对，不少吧？哎，不少不少，4亿可以了 啊这个咱不提啊。是啊，说没跟你说呢，我也觉得说得过去。走啊，一时糊涂或者忘了这都行啊。对，搬到太阳里。对呀，他不跟你说呀，你要说他可能是没来得及跟您说就化了。是他没来得及跟我说话，他就搬。你住口吧你啊！怎么了？您这就是云山雾罩啊！怎么我搬老搬太阳，我叫云山雾罩，我胡说嘛？你不信啊？我不信呐！你问他去啊！他知道，他上太阳里找我们老爷子去了。不是这高科技了，这个孔云龙是吧？哎哎，有一家搬家。拆迁款给了4亿，完事儿。然后这家老头老太太没跟自个儿子说，没说呢，老两口拿着4亿搬家，搬到太阳里边去了。师傅，你那脑是不是也长眼儿了？你看看，这事儿可信？胡说八道！我这是正常人说。关了，关了，别过来，多废话，都废话。又来了，来这招啊？干嘛？废话啊！老爷子老太太拿着4亿搬太阳里去了，这事儿我说的。哦，他说的呀？没有，有。你看，有有。来来来，那个我知道呀，孔兜先生啊，你给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啊。你想啊？哎，我想。人家人拆迁，嗯，好事儿啊。是是。人给多少钱？4亿。4亿。4亿。四、啊。给4亿。嗯，对。人家爱住哪儿住哪儿，你管这好问你去。哎呦，这个解释真他娘的脆生啊。哪儿你就把我打发了呀？啊，他爱住哪儿住哪儿，像话吗？太阳，对，热呀。废话，热。对呀，人家确实是人家给了4亿。嗯，人家给4亿，朋友们，是他爸妈还没告诉他。嗯，对吧？对对对，是没告诉他。为什么没告诉他？对，嗯，他爸妈搬家的时候找人算过，不能够告诉他。因为什么？于谦压不住这个财，如果要告诉他了，他吐屎，知道吗？你等一会儿啊！你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怎么觉得8点来钟那会儿我说过呀？这是主要的原因。行了，别问，别问。我他哪儿都吐完就完了，那不行啊！你这不像话，现怼现卖哪成的啊？这个说不过去，说不过去。这是开个玩笑啊！谁跟你开玩笑？没事，爆反了。废话，爆反了，没事。谁爆？开个玩笑啊！搬到太阳，哎，搬到太阳上去啊！现在我跟你说，咱这科技，咱中国人这科技也太发达了。嗯嗯嗯，不光是科技，嗯，还有那个人是不是人家身体好？对不对？怎么就转到那儿去了？不是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？人家有特异功能，这也是不排除的。哦，你说有的人有特异功能，特异功，他爸妈人搬到那个太阳里边，人住下之后，是不是唰一下子就化了，就成粉末了？过一段时间，唰，他又合上了。蛇精啊，这是，这是两条蛇。我也听过这事儿啊。啊，是是是，这大概8:30左右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啊，差不多，嗯，啊，哎，啊，哎，来，那太阳里边住去，对，嗯，这个太阳里边，嗯，你想啊，哎，人的这个大脑啊非常强大，你这么一听，诸位可能有点匪夷所思，嗯，哎，听不明白，乍一听感觉不可能的事情啊，但是人的大脑它会换位思考，你不是热吗？嗯，你不是。汤吗？你不是，对了，晚上出去，白天人不出去，
多好，太完美了，我跟你说。嗯，到。哎，你这状态，当门童的时候挨过打没有啊？啊，我待会儿借个下力怼你，我告诉你。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啊，再换一个啊，这个不成功。嗯。哎呀，你看给孩子急的呀，嗯，求知欲。嗯，这个太阳啊，嗯，这是好。哎，太阳它暖和。对不对啊？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有没有这句话？这是个老话。万物生长，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离不开太阳。对，但是好东西是会好，多了不成。嗯，有那么一个故事，在上古时期，天上有九个太阳，这可是个老故事，对不对？神话，九个太阳。嗯，天下民不聊生啊，嗯，老百姓受不了啊，太热了。天上的老扔也受不了啊！等会儿飞不起来。等会儿，天上老师啊，什么儿子？老蓝蓝的天上飞老扔，有这个吗？有没有？你们村包场去呢啊？啊，老冷！我的意思就是很热呀，哦，很热，热怎么办？老百姓受不了。这时候，嗯，出现了一位大英雄，英雄中的英雄。哎呀，大宝宝，大宝宝，嗯，我这点评书都没糟践，你看这个。出现这位大英雄太了不起了。好，陆毅射日。等会儿，他拍戏去了。拍戏干嘛？陆毅像话吗？不是，那是后羿。后羿对，后羿射日，对不对？后羿是一个射手，后羿了不得，他这弓箭很掰呀。这都是什么方言？这都是这个陆毅大英雄站在悬崖之上，拿着自己的弓箭，嗖啪嗖啪嗖啪，一个没射着。白费劲了，不是他为什么没有射着？为什么他为什么射不了那么远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还没有到四级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他这大还没有出现。我那意思，他就是得用功。他如果对吧，到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哎，人家这大出现了，哎，当哎定住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就是麻瓜王，你带点药了吗？给他点儿啊！太我，你还缺徒弟吗？我倒给你个了，这我不要了。这个，咱们不玩了，好好的行不行？谁跟你玩呢？就射，是不是？完了之后，这太阳唰掉了一个，嘟啪，啪又射了一个。你看他玩的好开心呐！你根本就没管我们俩在不在这儿，是吧？最后就剩一个了，老百姓说不能射了，不能射了，就留一个吧，留一个。到最后天上就剩下一个太阳，这你知道了吧？我问他了吗？我是问他为什么天上有一个太阳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这是说什么。我是老年痴呆的是吗？我问你了吗？天上几个太阳啊？那你问的是，你不是说想听后羿射日的故事吗？你要是乐意听，我再给你讲一个姐夫跨日。你住口吧，姐夫，你拉倒吧，你给我姐夫跨日的。我问的是于老师父母为什么住到太阳上去？对，对了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脑瓜子太好使了。那是，你还没忘呢。我信心呐。啊，嗯，是，他太阳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太阳向往的是美好。太阳向往的是棒棒棒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就你这个词儿啊，真是，哎呀，他是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大家伙太了解，有很多的歌曲去赞美太阳。你比如说有老天爷呀，收了这个妖孽吧。不是，别收了。蓝蓝的天上飞老扔，哎呀，孔老扔，嗯，来，姓孔名宁都，字老扔，嗯，有。流行歌曲是不是有那个？怎么又流行歌曲了，孩子？就
唱吧，你怎么唱啊？你听我唱，就是那个、唱那叫，你唱那叫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。回来，回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我没唱完呢。行行，回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翻场都累了。那是。有没有？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比种地还累。我告诉你。是不是有这首歌？有这歌、个，有这歌、个。有没有？还有一首，就那个，哎，我们的祖国。怎么又来了？干嘛？师傅干嘛？你不是你一个屁股就知人拉什么屎？那错不了啊！别老打那跑、哎，我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什么？就是太阳啊，是好东西。这不是他这个为什么老两口搬到太阳上就去住去？那其实我已经不太想知道了，并不重要。他多少度啊？那多，哎呦！愁的他呀。嗯，对了，我就想什么呀？就是我勾引起啊，就是我这个思维啊，我想啊，就是。这个你像岳云鹏对吧，他也向往美好，都是农村的孩子，我们一块在炸面馆工作吗？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也老是唱这个，咱们有那个吗？能不能就是河暖的阳光照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有这句话吧里边是、不重要，你开心就好。你怎么好都行吧，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对不对？河南的阳光那是岳云鹏唱的。他老唱的，他老是唱错，他因为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他有口音。他老是，对了，对了，我为什么他父母没有告诉他就是搬家这个？因为他老是吐屎。对吧？没有，这不是有吐屎的事，后来不吐了。不要，前面也没吐，后来是抱过来了吗？那还是爆发。你搬那也是自个儿亲儿子呀，是吧？自个儿亲儿子，你说这个。他又想见父母，见父母搬走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怎么了？他怎么知道呢？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的，搬家公司的人告诉他搬哪儿去了，不是太阳里。这搬家公司的说话有口音，太阳里，太阳里是二环边上的开阳里。好啊！我的妈呀！他说话有口音。你要是不红，没有天理。再穿一个月，啊，哦，是搬家公司的跟他说的，哦，少聊天，大爷在外边啊，多痛快，这天聊的。哎，你说这天聊的，我是不是愿意聊天？是，你是愿意聊天，他够呛了啊，不是，他比放炮还热闹呢啊，不是，爷们儿，好啊，好，等会儿啊。我聊会儿天啊，别着急走啊！你说，嘿啊，你说这个就是我，他说话带口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我这直接跟人一说，人不明白，他就告诉我云山雾罩，所以你不用跟他去掰着去，不用讲理去啊。是老头老太太就搬家了，不是完了吗？不重要，对不对呀？不告诉我了，他还能一辈子不告诉我？是，对不对？我上家找去，找着了就完了。得了，再者说，咱对老头老太太。对吧？也都孝顺，那错不了，是不是？老太太，这疼儿子，儿子跟娘最亲吗？那是，对，打小我们娘俩就好，是吧？我也是真孝顺，也搭着老太太，怎么说呢？这一辈子不容易，以前日子不好的时候啊，老太太有点残疾，在工厂上班，哦，啊，工厂上班受点工伤，啊，那这工伤，哎，就我跟您说吧。那车间里边那机器呀、把这俩手大拇哥呀给伤了，压下去啊、没有大拇哥，双手没大拇哥啊、就这么点残疾，那我就更孝顺了，就疼老太太呀，啊，你们喜欢什么买什么，就老这有点自卑，自卑没关系，咱不让人看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你项链，耳环，戒指都给买，咱整个都带上，五颜六色，整个闪着金光，让他们晃他们眼睛，不让他们看见。这什么事、这点残疾不叫事儿，对不对？就这么点，这少俩手指头嘛、嗯。都戴上，戴满了。
这两手十个戒指，都给他戴满了。是我这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，这我说的。他是什么呀？就是切磋他母亲是六指儿，看不过去。十个戒指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这个。我还没有听到题，你就说出答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俩手没有大拇哥，八个指头戴十个戒指，是因为有六指儿。对了，这我知道这个。这个合理。然后呢？我有点忘词儿了。不是什么你就知道哪儿啊？这是我们云字科的。不是这，不是我啊，这是云字科十三太保之一，吃的太保。我说我孝顺啊，是是，对，老太太只要我伺候她高兴，她踏实了，对，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嗯嗯，我有的是钱，我四处玩去了，对不对？老头老太太这都踏实了，我心里也就没事了。嗯，四处玩去，我不喜欢市里，我喜欢郊区。哦，对不对？我在郊区置办大房子，嗯，啊，哪儿没人我愿意去哪儿。你像现在这啊，这疫情期间越没人。越好啊，啊，找一旷野荒郊没人的地方清静啊。这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天它刮风，你看前两天的风啊那么大，哎呦，那这风太大了。我尤其旷野荒郊又没辙没挡，那风呜呜呜，这四十多级，好像四十多级。我院里他自己有井，他打井吃甜水啊。我知道师傅，他那个为什么这个井刮墙外边去了？他这是一个篱笆墙，篱笆墙刮凹进去一块，把那井让出去了。他以为是刮墙外边去了。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他刚说到井，他还没说墙呢，你都猜到了。我太了解他了，我太了解他了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也是优酷的 VIP 会员呐。也就是说每年的这活你都看过。于老师，这人家知道这个，他说的对对对对，一刮风哎刮那边去了。我1000多万我买大白马调查完了淹死了。我太知道了，换的这蝈蝈，嗯，拿马换的蝈蝈，蝈蝈掉茶碗里淹死了。这个我同意你说的，嗯，因为这事儿我听了七八遍了。我家里养一大狗，你知道吗？啊啊啊！养那大狗，知道啊，狗尾巴挡着那表了。一撩狗尾巴就能看见点儿。哎，你说你那么灵，怎么还没红呢？您的女观众给您喊加油呢。那夏丽是你的吧？爱不爱？我这，哎哎。我买一摩托车，你知道吗？我骑摩托车，知道吗？我撞下地干嘛呀？我买一摩托车，哦，大摩托，哦，调查完了淹死了，拿风刮墙那边去。对，那太没有没有。我买一大摩托啊，我撞了啊，我那整个。撞得稀烂，一摩托劲儿太大，82个缸，骑上这大摩托，整个咣呀，我车完了啊，我没事儿，车都碎了。这我没猜着，这个，你等会儿吧。哎，没有，优酷有没有知道的？没有。这马褂给不给我？哼，胡云龙，快来新题目了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哎，快来，来！不是，我是优酷的 VIP。对对对，
来新题目了啊，打摩托车多少个？82个。82个缸我都没听说过啊，这事儿他说的啊。有啊，好，太好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来吧少爷。嗯，反正也不跟我同台了。那是家里还有鞭炮吗？给他点儿。摩托车，摩托车，嗯，对，哎，您不爱骑摩托车？我不会。你不爱骑摩托车，您不懂。是是是。他是这么回事啊，骑摩托车跟开汽车那是不一样的。这都废话，对对，这话没用。真的，不是。你想啊，我不是诸位有没有摩托车爱好者，我是喜欢摩托车呀，因为我喜欢摩托车，我失忆过呀，我深受感动。人家有发言权呐。啊，我有发言权。我跟你说，骑摩托车那真的82缸，82缸，您那个劳斯莱斯才12缸啊。嗯，你才劳斯莱斯呢。嗯，80，对，为什么呀？它过瘾呐。那是速度快呀，怼起来声儿大。嗯，骑摩托车，你感觉就是什么呀？整个世界是你的。开汽车，你就感觉那个小笼子是你的。他开82，他快，他蹭一下子，他就直接在太阳里边了。啊，看他爸他妈去了啊。对，不是，太阳里他蹭一下，对，太快了，骑的。嗯，太快了，他没刹住闸。唰一下子，他们家门口有一个咸菜厂，冲到人后院去了。后院有82个腌咸菜的缸，82缸。啊，你其实应该当科学家去。嗯，哦，这82个咸菜缸，有点事儿，这满意吗？我再说一，你猜。哎呀呀！什么满意不满意？听我怎么了？聊会儿天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不怎么满意不满意啊？对不对啊？撞了，撞了就撞了呗。车是我的啊，缸能值多少钱？那分什么缸？郭德纲就值钱。这那是撞了，有的是钱啊，赔呀、啊。是4亿呢，慢慢花吧。对呀，咱又不是说指着这摩托车怎么着发财、啊，家里还有那么些呢。啊，甭说车，那喜欢的东西多了，嗯，是吗？嗯，我都有动物园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这知道，还是呢，是动物园全是奇珍异宝，坐动物园你就看吧。哦，狗、马、鸽子、孔雀，呵，一会儿啊，马，你是喝着茶你就看，啊，跑过心里美啊，痛快、啊，舒坦呐。一会儿这个狗啊。跑过来啊，哇，飞起来了。哎呦，狗飞起来了啊。我就看啊，这马跟着他呀，就飞起来，就俩人追呀，撒欢打滚。哎呦，在天上好，越来就个儿越小，个儿越小。后来呢，后来有